问题。如果救人救得好，那我嗝屁，是吧？哎，啥叫盲女撬了一个棍啊？Surprise！ 哎，他没弹射。哎，这个有搏命的，我杀他就行了。我杀他，我吃个搏命啊。好吧，死追他了。你又没有弹射，你等我干嘛？他放个分身。好。你看，就无论死多快，只要闪现之后死都是三台机。就人类的节奏，人类节奏是这样子的，剩下的看他们怎么救，好吧。那空军卡不到一半了，我觉得。嗯，我靠，失踪了。我操，这可是真的快啊！这他妈开的什么东西啊？妈的！哎，这个是真的有点快啊！就我打的这么多，我都觉得这个有点快啊！这是真的有点快了。他妈这局我只会输了，有可能输了。你回去啊！我操！哈哈的！你盲女还是你盲女啊？这么快的吗？屌屌屌屌！我操，是真的屌！我能甩锅给玉伟吗？我能甩锅给玉伟啊？什么意思？哇，这太恐怖了吧！不是啊，我这局我是抓到人了呀！太的，这局我抓到人了呀！我不是没抓到人啊，全程这个人就是被抓了之后就没他的事了，对吧？他这么恐怖的吗？哎，这个是有点恐怖啊。3分30秒。本来就不想救，不救也行啊。其实我觉得不救也好，不救那个屁股也有20多秒，是不是？
哇，这太快了吧！这是真的快啊！这局是开的真的快，这局学到了，学到了，这局学到了。哎，正常你应该再给个30秒给我吧。